上连串，造成全身伤痕累累。歹徒呢还联系被害者的家属要帮忙筹钱，要筹集30万元。获得报警以后，警方立即转民警到取款地点，逮捕歹人，四名歹徒通通落网。知道吗？快点下架！因为刚刚被辣椒水喷的脸真的辣到受不了。Thank you.
麦当。麦当，气死了。